个月的时候太不真了。来喽！上上上上上！哎呦，这一套脚有一点损伤，问题不大。老奶奶的这个灰尘太大了，我们两天比赛下来应该是吃了三大碗吧。拉拢啊，你的头找住了，拉拢三十点哦，啊你的导光头找一下了。他这个应该叫阿胡头啊，罗纳尔多曾经理过这样的发型，也不是光头啊。啊，对，小何一号输了，小何一号输掉了，刚才不接脚，跟熊霸天打的时候不接脚啊。像什么这样，可能临时打的话，还是状态没有调到最好，体力可能受一些影响吧。好，29号获胜，接下来是小。